批量购买功能上线，这对采集制作玩家来讲简直就是天堂，再也不担心东西卖不出去了。点击批量购买，咱们可以选择单价上限，只要在这个价格以下都可以买。同样可以选择购买数量，最多9999个，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单价上限够高，你可以直接把市场的所有东西，比如说松果，全部清空。资源半成品可以批量购买，采集制作玩家很开心，但是更开心的是那些大佬现在秒松果，可比以前方便多了。而且我们可以追踪配方，追踪配方后进行批量购买。我的天，那些卖装备的简直不要太开心。批量购买功能上线后，你们去的松果还能买得到吗？